跟着我来吧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哦，早知道我就等你。我是 Jasmine， 我叫 Ashley。以后餐厅就剩我们三个，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 ，OK 吗？我刚刚看了一下冰箱，我们需要买。 吐司、牛奶、咖啡豆，这些因为量太少，供应商不会送，我会负责去买。至于餐厅的整洁，每天都要打扫、消毒，这个大家一起做。点单跟下单就由资融负责好了，可以吗？啊，我？还是你觉得我们需要请一个木村？哦，我来了。好，那 Ashley 就当我小助手。 我需要收帮我。好啊，等之后忙的话，我就帮你一起。然后 Jasmine， 你忙的话，我还是一样是你的小助手。反正我们现在是一个 team 啊。什么啦？好啦，那我先买菜。 好吃哎，但好烫。嗯，好困。可是我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。等下再改一下比例好了。现在已经3点了，不是要11点开门吗？对啊，很晚哎，先开门。是你们说好吃的哦，不要骗我。真的啦，超好吃的，先开门。 不好意思，我想进去。没关系啊，我来就好。进去。没关系啊，我带你进去。不行，我要直播吹粉，叫他们来吃。你直播的时候，万一客人走进来怎么办？那直播不行。 发现弄鬼了，是啊，哇塞！欢迎光临。好，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动态，然后靠在附近，想说来这边看看。 演唱你在的片，当然啊，跟我没有都开的。你穿制服真的好漂亮啊！谢谢。哎，你们要吃什么吗？菜单在这边。我们等下跟别人有约，我们只是想说来看看，来看你。专门来看你。真的不吃莲藕啊？看到你就饱了。我们可以拍张照吗？好好。 衣服拍了，好，比个爱心，谢谢，这是送你，哦，谢谢，不会，Zero继续加油，下次再来找你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点了什么？一杯果菜汁。啊？没错，就一杯而已。来，谢谢，真的觉得很棒。哎，对啊，而且是没有低消哦，超棒。对，给我先走。没有，开门点果菜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这是您点的一杯果菜汁。那是这样的，我们店里面有最低消费，所以可能不太够这样。最低消费？对，一个人200。刚服务生没跟我说哎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店的问题，因为服务生是新来的，他可能对店里的规矩不是很了解。那还是我先给您菜单，您再看一下，考虑一下点什么。没关系，还是我请你们吃好了。四份刀排三明治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一下。真的吗？请慢用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等下去那个房间里面。好，我们等下去那个房间里面。好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。谢谢。在这里面。应该在外面吧。不好意思哦，刚里面有点吵，我就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来我家住啊？就，反正我们不走，他也不会走啊。那你们不是很靠他？